公司有多么混乱！不行不行，我干不下去了，我要疯了！老大，虽然我是玩数字的，但我玩的是电脑数字，不是这个数字。要不这样吧，你帮我杀了朱竹清。哎，要不这样，我找几个玩资本的朋友过来，让他俩帮你。这里所有都是蓝海的商业机密。 那我们四个人也不能把这些全看完啊！不需要我们把这些清单全部计算出来，只需要在这些项目中找到债权约定的漏洞，又或者能够调动资金把银行的欠款还清，这样蓝海一星的债权危机就能全部解决了。那我们还有多少时间？3天，周一上午10点。 我没有别的意思，
我就是今天看你手好像扭伤了，给你上点药。死不了。你不要小看这种扭伤，伤筋动骨100天呢。你要是不治好的话，以后要落下病根的。这种伤在我身上没有成千，也有上百了，不用浪费时间。100次，你究竟经历过什么呀？抱歉，我又问了不该问的。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找到债权危机的漏洞，解决集团里面的困难。我们还有不到40个小时。银行单项冻结都在121页到170页，然后固定资产的话是在85到110页。至于往来项目呢，他们还没有算完，算了一半，大部分都在这个清单的最后。你会看财务单？我不会，我就是按顺序把这些都理了出来。我想说有一个方向嘛，会看得快一些。然后海外债券的那个合约里面有些东西，我觉得你应该注意一下，在多少页来着？好像是139页，帮我找一下啊。哦，对，在这儿。手眼花了，还是老太下手太快了？我就去个咖啡。单身狗人设，这才几天就上手了，不对，是被上手。哎呀，
为什么？还能为什么？单身狗不一斤。说了不让你进，是不是也被老大的狗粮砸晕了？哎，真是，孩子果然长大了。你这什么表情啊？哎，我吃不完，要睡。哎呀，人呢？喂，啊，找了整个公司都没有找到人。好，难道他不是我们公司的人？我还想请他当我漫画男主角的模特呢，我们不会就此错过，此生无缘了吧？啊，我的男主角，我需要你啊！哎，帅哥。你记得我吗？哦，我刚刚这个动作，我不是一个什么奇怪的人啊，我呢，哎，我就想请你，你要干什么？我们上次在会议室门口见过的，我是第二设计室的助理实习生，我叫饶美娜。你也在这间公司吗？你叫什么名字啊？哎，我要跟你说，云顺。啊！你，住手！别再问为什么了。我去过了，也见过了，还给了他48小时联系我。你看，理都不理我。是你不满意他，还是他不满意你呀？他敢不满意我？追你妹妹的人，从汤家能排到我的工作室，好吗？去见他已经很给你面子了。是是是，是我家公主辛苦了。哎，不过话说回来啊。林木帆这个人倒是挺有本事的，这么多年来能把我妹妹气到回家找我算账的，他还是第一个。哥，反正你让我去，我也去见过了。摆明了他就是不想离开蓝海艺兴，钱和联姻都对他没有什么吸引力，所以我觉得放弃这个不识趣的男人吧。钱和联姻对他没有任何吸引力的男人。你不觉得这种男人更有挑战性吗？到时候我们把他和蓝海一星拽到我们的手里，你觉得我们刘光还会有对手吗？哥，你什么意思啊？到时候你就知道了。董事长，不合胃口吗？孩子们都不在，确实没有胃口。木帆在忙着下一轮的设计，小庄总呢，去会朋友了。至于大小姐和那个严先生，大小姐在公司里。正和严先生梳理整个海外资产的清单，听说有许多分项交易没有记录清楚，他们现在要重新合并计算，很费时间。难为这帮孩子了。海外银行给我们最后的还债期限是什么时候？还有不到40个小时。
那也就是后天早上十点。啊，爸，我吃好了。明天我的工艺会在外地有个活动，我得出去几天。还得做那个不赚钱的工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总得有人做吧。去吧。那您慢吃。庄总，严先生，法务部刚刚收到了海外银行最新的还款通知。如果明天早上十点我们还不能完成全部交款的话，银行会冻结我们所有的固定资产，那发行保证金也会。我找到办法了。财务部将海外公司所有交易中的大项开支立刻呈交给法务部，运营部将海外银行债券合约中的还款日期还有分期条款立刻进行比对，营销中心将蓝海集团的购售计划重新进行核算，还有财务经理立刻将集团内的所有资金流水向总裁室汇报。法务部立刻向海外银行申请调查大宗交易中的泡沫经济，申请分期还款，调拨集团内大宗流水资金，启动应急还款，快！严星城，你接。怎么了？还是没结果吗？还是银行他一定……老大，法务那边有确切消息。蓝海集团海外银行债券违约危机，失败了。成功了。刚刚海外银行的副行长亲自来电，说对我们提出的三项条款全部认同，而且他们已经开始清算大宗项目，启动分期，也收到了财务部转汇的先期还款。那就是说，
这么高兴啊？当然高兴啊！蓝海的债券危机解决了，你不高兴啊？就只是个债券危机而已。就只是，我为了这个债券危机，我可被困在这个办公室里三天三夜，我没有功劳也有点苦劳吧？你学过经济？嗯，没有啊。啊，如果你是想问我项目往来款、泡沫还有分期的事情的话，我就是记忆力比较好而已。我小时候啊，我就发现我的记忆力比别人都要好，我对那些看过的书啊，还有读过的诗词，记得都比别人更加清楚长久。所以这次呢，我也就是把所有的清单都看了一遍，然后记住了海外大宗交易的款项，然后再进行后期的比对，就发现款项中的泡沫了。至于分期条款呢，那个是我大学的时候某次客座金融教授讲过，所以我就回去把那个合约书看了一遍。所以真的不是我会经济，就是记忆力比较好而已。你做得很好。真的？比我预期的好很多。其实也没有，就是想帮你，还有公司多分担一点。心妍，外公，怎么起得这么早啊？公司的事情解决了吗？睡得好，自然也就起得早。我都知道了，辛苦你们了。没有。哎，你和那个小妍。啊，妍星城。对，你的小未婚夫，人长得帅，人品也不错。你们不打算早日订婚结婚？外公可等着保证外孙呢。哎呀，外公，你刚刚还在说公司的事情，怎么突然就说到了结婚订婚的事情？好了，不说了，不说了。外公，您要去哪里？我送您去吧。好吧，帮我推到花房去吧。花房？嗯。心妍呀，
你离家的时候还很小，你都不记得了。这座漂亮的花房是你爸爸亲手绘制和装扮的。好漂亮啊，原来这里是花房。嗯，这里按时盛开的鲜花都是你妈妈种下的，这是你爸爸妈妈爱情的见证，也是我们庄家最温暖和最漂亮的地方。可惜呀、啊，可惜，扶我下来吧。你慢点。你爸妈在的时候啊，这里常年开着各种各样的玫瑰，一到夏天飘香满院。自从你爸妈离去之后啊，这里的花草也跟着他们一起枯萎死去，再也没有长出一根枝叶，没有开过一朵鲜花。怎么会这样？外公，你把花房交给我们吧。交给你们？嗯，您把公司交给我们，我们都能处理那么严重的债权危机。您把花房也交给我们，等到夏天结束的时候，我们一定能让这里开满鲜花。好，好。严星城，你过来跟我们一起种花吧。哎，严星城，你别走，等一下，外公再见。严星城，等一下。慢点，慢点。来呀、啊！天鹏，哎，让不让？哎呀，哎，妈妈，他欺负我。来呀、啊，来呀、啊，你有本事来欺负。干什么？你就这么坐着？不然呢？不然呢？这里，这里，这里，这么多活等着我们做呢，我们都在干活，你一个人在这里坐着，你觉得合适吗？合适。麻烦让一下，既然你不干活，也不要打扰我们。我现在要干活了。这里种不出花来。我说了，这个花房种不出花来。你这个人怎么回事啊？你不帮忙就算了，
你坐在这里舒舒服服的，还给我们泼冷水。你都没有去做，你怎么知道种不出来？你都没有种呢，你怎么知道它开不出花？我就是知道。那我还知道，只要努力了，就一定会有回报的。严先生，怎么样？现在要不要帮忙？还是说，你想要再尝一尝泥土的芬芳？灵感来自于巴黎街头时尚流行元素。再多说一句，把你扔床上去。放我下来！你要干什么？你说我要干什么？帮我擦掉。下次我不会再放过你。走，今天哥带你去看一看蓝海一星的新总裁。严星城。今天公司里，庄总，严先生，不好了！一直在市场上与我们激烈竞争的流光珠宝集团的总裁汤总，他正带着一行人亲自来我们公司了。汤总，什么目的？好像汤总是带了一份版式设计的专利证书。他说我们刚刚送去国际珠宝展的系列产品全是抄袭了他们的原创设计，他要求我们即刻追回所有的系列产品。
并向他们公司付巨额赔偿。庄大小姐，哟，不不不，应该叫先任的庄总，啊。